英军啊，英军。啊，你们没有吃东西啊？啊，木缺也啥？没了，就急救包都没了。用光了，全部用光。我没有子弹了。货柜后面。是不我是的，今天带玩具出门啊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好像没有受伤哎，我真的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今天真的好严重哎哦，我无哎哎，法控制自己。出事了，还有人有急救包吗？有人倒地了，钢铁人倒在下去拿急面，救包啦？不是我啦。哦，不是你哦，不然那是谁？养乐啊，可是多，跟我长很像，不是我。养乐多了，不要。养乐多倒啦，抱歉，我没急救包啦。院长回去拿了。你撑着吧。有人可以去路哎，上请问救上院面有长没有牛吗？奶？有没有牛奶哦，啊？我喝酒了，我不没小有那心，个急我救要包比了。赛的。我没有。我也没牛奶。喝光了，我有啊！蓝胶在哪里？在下面，学姐，你们都没有好了，了。够那么多，好了，够了，够没了，够有了。了，都没有包我回了。医院，OK 我回了，医院可以拿一了，下。好。有了，够了，我要解酒用的。小心点。有没有人来救不开我？心哦，比赛喝酒。我最后一们场了我吗？们院长跟我们另外一没位有学弟回人去来救拿我，了。我死在路边。学弟，套套学长要回怎么去拿了？急救包了。对，套套要回去拿急救包，你等你套们套都没了吗？都没我已了经到吗？了，我已经到了。全部用完了。真的假的？牛逼！真的。啊，我现在回去吗？快点，路上，你进来的路上就会先看到我了。不会，院长，你撑着点。
学姐你们在哪里？我拿我的脏脏包给你。在哪里？我在门口。我有好多脏脏包。小五，我把钱给你了，这个急救包的钱。好的，好的，院长。丢人啊！哎，都上来了，都上来了，都救到了。啊，没有，杨乐多，杨乐多死在我们下面，要下去救他。你们养乐多那个报案应该是养乐多吧？有人去吗？他死在哪边？我没看到他，他是在里面还外面？观众席下面。现在不能进去啦，因为不能跑来跑去，他们不是说不能跑来跑去。哦。他们开始了没啊？还没。啊，是要救，要先救养乐多吗？我有五个脏脏包。你可以下去救看看，好像要开始啊！拍子拍，不好意思，花花别冲动啊！好像要开始了，那你就叫杨乐多等一下吧。我是在那个啦，我是在香港伺服器，不是我人在香港，我没有在香港啦，我真的很怕我漏麦。哇，真的很准欸，剩一个了。看看哦，
干蓝胶鱼太猛了啦！救人呐、啊！是不是有人在喊救命啊？小心！有。你有听到吗？有啊，他刚刚就一直在喊了、啊，只是没有急救包啊。哦、真的假的？养乐多啊。哦。他死在。急救包是不是？对，需要急救包才能救。小心跟你。对，加造型奖是。可以下去了，可以下去了，可以下来，可以下来。比赛冠军也是甘金男，所以他们找到什么人了吗？我救了两个，角龟跟角光我救了。我后边这边大炮吧，这边。在這后边这里，角落的地方。救人啊！有啊。嗯，难怪你没回我讯息。那你跟我来。这里还有两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先颁奖啊。哦，好。嗯。啊，你们有人能来后边吗？后边这个箱子这里。这个给你。大炮在这。哪一个箱子？啊，我发报案吧，我发报案吧。报案我看不到。谢谢。你可以帮我救他吗？二六零这个，展开过来一下吗？哎是。啊，蓝胶的，那个啊，先进你后面，后面这边。对。做个市政府赔偿。哎、欸，套套学长呢？嗯，学弟好像是不是回去拿急救包还是什么之类的？刚才回来了呀，这里呀、啊，这里呀、啊。哇，真他娘牛逼呀、啊！小心，这件事当着我们的医护的。各行一条心啊！医护的，还有两个，医护这里啊。哪儿？急救包。Here. Hello.来的，来的，因为只有我有脏脏包。哦。嗨。还有一个躺在这边。起来了。结束喽，结束喽。哎，都过来哦，准备要颁奖了哦。他们外面的一起进来吧。哎、欸，来吧，颁奖了。我们哎、欸，市长，我们到那个护柜上面好了，请那个冠军队伍到护柜上面颁奖。你请冠军跟亚军一起到，一起都过来吧。哎、欸，院长，院长，来一下，院长。咋地？你在哪儿呢？哎、欸、哎，你又怎么了？来一下。我想测一下这个头打。那个要颁奖的，请过来这边。怎么？哦，冠军跟亚军都过来。我快饿死了。差点饿死。不好意思，然后那个，啊是啊，因为这个关系有没有那个亚军，我们市政单位这边出10万块给你们做一个补偿，因为本来没有亚军奖金的，可以吗？太棒了吧！哦，感谢市长，好那开始颁奖了哈。这个车行的。三位朋友可以站稍微隔开一点嘛，你们都会挡到彼此的镜头呢哦，不好意思，对对，隔开一点点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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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麻烦了哦。有要隔那么开吗？旁边两位。那个亚军的10万块我给小龟了哦，哦有收到哈、哦。好、啊。那个冠军40万我给蓝胶哦。还没收到哎、欸。
先等一下、啊。啊，有了有了啊，市长有了，有收到了。冠军是30万，加上最佳造型奖10万块。好，那市长你好了，跟我说一声后，我们拍一张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然后，那么大家看我这边哈，然后数到三，我们一起摆动作哈。哎，他娘谁打我啊？1、2、3。养乐多是你。OK， 再一张，再一张哈。哎、欸，我不是养乐多，院长，钢铁人啦、啊。你、欸、他脸还打我、啊？我没有打你，不是我，院长，院长不是我。养乐多不要推人啊！谢谢，谢谢大家。不是啊，按到了，按到了。哎、欸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个选手。我打直接把你毙了，对啊，最后是谁？高韩懒娇啊。哎、欸，太强了吧！我在投你们是不是真的看很明显啊？就我有一把被你们一发爆头吧，小龟，干好扯啊！打那个边边会中吗？小龟，你下一届来车行啦，小龟，下一届来车行，车行你叫那个林市长，你有开车过来吗？我就是要对抗你们哦！干来车行，他们打手枪啊！蓝胶太扯了啦，一枪爆头哎、欸，回头哎、欸！白痴小龟也是一枪爆头好不好？主要是我先出手，我在你后面欸，哦，你反应那么快。不会啊，没事啊。那个谁要开巴士 啊, 啊？那个巴士跟谁开的？哎、欸，司机，司机准备走喽。搬完了。哎、欸，回去领钱，回去领钱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哎、欸，蓝胶嘞。我买那个金刚男50000的、欸，好爽哦。哎、欸，小光，小光，小光，怎么了？我把你的车停在那边哦。哦，好好好。蓝胶的。哎，小旺。哎，小旺。喂。刚才叫我。没啊，手机换了没你电话哦。有没有医院？需要回医院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你的那个喉咙变得很那个、欸。没事吧？你小心。哎、欸，小心。没事。啊、没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紧张，我太紧张。你的喉咙变得很大声啊，去调一下啊。换哥哥，你怎么中指一直比着？哎、欸，你的枪！哥哥，你小心啊！怎么还在这样啊？我问一下，哦，我是不是没有回去的、啊？因为你弟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胖哥哥，要不要先我，要不要我帮你把那个测速枪先拿下？院长，我来了！院长，我来了！院长，我来了！我帮，哎、欸，胖哥哥，我先帮你。直升机是不大好啊。哎呀，马达坏了，引擎坏了。院长就交给你了，院长。啊，大不了掉下去一击三命嘛。口香糖粘得住吗，院长？哦，这个直升机粘不太起来，你知道不？哎呀，这个引擎发出奇怪的声音啦。院长。能在你底下工作，我很荣幸，院长。我先迫降呗。没有，准备好了。我反正周五要重落地了啊！没事。哎呦呦！他不给我修哎，现在。哎呦哎呦！啊，只能借台车回去了。行李。哎，抱歉啦、啊，紧急征用啊，医院要紧啊。院长不打紧的 ，UCMC 嘛是吧？哎，学妹安全带啊。啊，只是不小心把他打下去了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跟他很对不起，希望他可以在路边活得很好。
了，以前都可以修的，现在都修不了了，瑞迪。这田野是我们直升机，惧怕我们院长的威严啊。大夫垮地嘛，艾伦车好快耶。哎呦！很怂呀！紧张个毛线呢！我操！院长的技术真溜。我们说这个叫牛皮。啊，啥事都没发生啊，连个电杆都没撞到，你在 A 啥 A 呢？我怕呀，院长怕。啊，怕而已，就别在别人大呼小叫了。啊，紫薇啊，我还没有拿到你的电话。我电话34488。院长，院长，咋地？院长，您的电话我给换手机给弄丢了。我手机号89439啊，89439。哎，学长，学长。哈，我忘了传讯息是吧？不，哎，对，也是这回事儿。我问一下啊，那个就是我刚才院长给了我一个手电筒，但我就是特别就找不到这手电筒的开关。我还没有手电筒哎。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像是比如说咱们有两把 AED 是吧？这样，那如果有两把 AED 想要切换的话，就是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把另外一把给拿出来，是这个意思。你现在可以先拿在手上吗？我是只能拿这个。先走来。好嘞，好的。好嘞。走啊，紫薇走，那边比较多人问。等一下，我拿个急救包。人设有暗恋对象吗？没有啦，我不能走任何线呐、啊，我走任何线我会完蛋啊！我走任何线，我的脚，我现实本人就会被删掉了啦。安安哦，之后啦，我可以当很好，然后不断被发卡的对象啦，但是就是不能。现在有没有到车库啊？这个有人去吗？啊，他在哪里？还是我去？他在赛马场那边的样子。哎，不对，我不知道那边是哪里，我先过去好了，我去看看。啊，赛马场在那边，那赛马场。好。他在右边那边，然后我去看。哎。怎么帮我修车包？哦，好啊，好啊。等一下，我算一下。算一下。138000。等我一下啊！啊！地震，有地震哦！赶快跑啊！哎，小哥！哎，上次你们赢了，我都没这样啊！你怎么可以输啊？就这样，算我！不开心啊！上次我也被你爆头啊！操！没有啊，上次那把其实我一直在丛林一直都没打到人，我只知道你们三个来揍我，我一直在里面走又走又。没有，你那位置很危险，我进去又卡住了那个脚，拔不出来。两个边都卡住。小乖。哎、欸，谁找我？你有没有摩托车？好的摩托车，要不要跑山？用眼睛跑山，5000。这台啊，比不比？
下雨啦，下雨啦，好地好地，下雨啦。就是问题是这样的，我好像也拿不起来啊，手电筒怎么特别重呢？小猫，你要开车吗？嗯，那个吴涛涛跟我买修车包，你等我一下好不好？那没关系，我跟市民借。涛涛他刚刚好像去救了，你稍等一下吧。哦，好哦。那小新哥，你怎么晚上这个时间也上啦？给予。你怎么也进城了？是呀是呀，掏不出来呢，院长。嘘。想说晚上有活动，上来看看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你以后不能晚上都常进城吗？可以啊，只是怕太累。你要不要去躲雨啊？会感冒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现实会被删掉吗？会，我会被删掉。Hello， 给咯。谢谢。胖哥哥，请款。哎，这是怎么样啦？那你刚刚说那种急救包，你们是去哪里做的、啊？我太想阿坤的飞机来。我不知道你们修车包怎么做、欸、我们是去药柜拿出来就好了。哦，好啦，走了。哦，药柜拿，原来是这样子。胖哥哥，啊，这个应该，给点料子呗。我才5万啊，1.35倍嘛。轩让我发个呆啊，我发个呆。啊，行行行，我在等雨停。我感觉刚刚比赛淋湿了，有点感冒。我去收费站等那个套套好了。好的好的，慢走。别咯。好。牛逼。之后有抢劫吗？如果我离开医院的话会啦，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是不会离开医院啦，因为。要怎么讲、啊？都已经说当兽医了，看。抢劫哦，我不会想诶，除非我发生什么剧情需要一个很庞大、很庞大的钱。比如说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说你女朋友被绑架了，需要一大笔钱，我可能说我女朋友被绑架了，那我就去问说怎么抢珠宝、抢银行啊，然后问说可不可以一起抢啊，这种东西，然后抢完才发现说啊，对了，我女朋友是谁，这种有没有？哎、欸、好啦，我可能就开到12点了，我等一下去整理行李，然后明天中午就要到台北，然后大概礼拜一早上回来啦，然后下午再开台吧，这样子。啊、哦！来了，棒哥哥。你要再给我2500是不是？哇，那想想这两天没上线又好亏哦，这样又没薪水拿。对不对？这样 我买车的钱就没有了。我想买医疗用的那台车，要45万，至少要45万。怎么有一台车在这里？啊，还87%，耐久度剩87%，可恶。我会故意多停几辆车在这边，让人家以为医院里面有人，有没有？
雨婷不是那个吗？阿图哥哥就是我们胖胖哥哥的那个胖哥哥女儿的名字叫雨婷。修好了没啊？看一下哦。哦，还没。第一。好啦，今天又开到这边了，虽然只有短短两小时，有时候 RP 里面会有活动啊，就是有些活动会就是会有人死亡，然后医护局的人就会那个进去抢救，这样才比较有那种互动的感觉啊。我里面认识的人不多啦，就刚刚其实有几个我明明知道是谁，可是我就是要装作不认识他。然后就是像刚刚不是一直要电话吗？我不会随随便便就是跟陌生人要说，哎，你好帅哦，可以跟你要个电话吗？这种我不会要，就是有缘分啊，有事件发生，情况特殊才会要电话，比如就是说，哎，跟你要个电话，然后提醒你来换药啊之类的，这种我才会。哇，看一下。有人可以去吗？啊，我要去睡觉了。我可以去，我可以去，我开我的跑车去。他是说什么东西？都是瘦的，没事啊，他们也是人面兽心，都是瘦的。怪不得我最近聊他。有种怀念的感觉。哈哈哈哈，好啦，那就这样子咯，我们礼拜一再见啦，拜拜。票也买了啦，所以我一定会下去台中。好啦，感谢收看啊，拜拜拜拜。